一天用几双免洗筷？不一定哎，不一定，那看是有在外面吃饭才会用到嘛。通常如果要算的话，应该是三餐吧。一天哦，可能用稍微比较多，大概可能就两双这样。几双哦？一双吧。差不多两三双吧，两三双。通常一双吧。不一定哎，最多不会超过一双。我一天大概一到两双吧。免洗筷哦，三双吧。两三双吧。一双。一双。两双。一天顶多一双吧，两双。我也是一天只用一双。一个月啊，一个月大概用不到五双吧，用不到五双。一个礼拜的话，一个礼拜大概是二十双左右。一个礼拜快十双左右。一个礼拜这样加起来可能就十双了，对吧？一个礼拜大概三七到二十双吧，二十吧。然后一个礼拜七双，对。那一个星期十双左右，14双，差不多15、16双，几双？十双左右吧。一年哦，一年乘以52周，520双，差不多吧。一年365双，哎，赞。一年大概会有到300双左右吧，300双左右。20×365，七。一天三双，365，730双。1000多双哎。我就差要算，没有算过了，没有算过。一年的话不少吧。晓得啊，一年也是没有所算过啊，但是如果照这样算的话，应该还蛮多的，对。